哇塞，仙女，小仙女，大仙女，我18岁都过6年了。哎呦，这个张新成不错，我不怂啊，我怎么可能怂？偶像请回答，你问我来答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新成。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？希望永驻自己的青春。人家都说永驻18岁，但我18岁已经过了几年了，6年。哎，我18岁都过6年了。对，那就24岁吧，我就不要求太贪心，24岁就行了。粉丝增长那么快，会给大家什么福利吗？说实话，其实我还没有想好，我觉得来一个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的吧，可能。用能想到的词夸星辰整整1分钟。哇，1分钟。完美，善良，可爱，萌萌哒，666，仙女，小仙女，大仙女，好甜，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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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，厉害。最近很流行打榜，你知道什么是打榜吗？我知道什么是打榜，就是给杰伦打榜。那你自己有给自己打过榜吗？我没有，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打榜怎么打。让粉丝给你做个教程。行，我会好好，我保证我会好好学习的。用过的第一个网名你还记得叫什么吗？哎呦，这个张新成不错。哎呦，不错。你自己在选剧本方面有什么偏好吗？选择剧本上首先是要选择自己感兴趣，想要诠释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的，然后就会去选这个本子。为了冰糖洞雪梨练了多久的冰球？冰球其实从进组到最后拍完，在冰上整整是1个半月吧。那练到了什么程度呢？程度就是你们在镜头面前看觉得我会啊好厉害。那拍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时隔这么久，我再一次在戏里跳了舞，帅，我觉得很浪漫，到时候看起来应该 还不错的样子。大宋少年之大家嘲讽袁仲新面对感情比较怂，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？回应我就这么说吧，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6个人演这个戏的时候没有想到，哎，我们到最后也很懵。那现实生活中你对感情是比较怂的人吗？我不怂啊，我怎么可能怂？怂这个字在我身上不怂。自拍挑战，现场模仿9个不同的卡通形象自拍。第一个汤姆猫，咯咯咯咯，第二个灰太狼，小胖子。第三个是慢羊羊还是懒羊羊？懒羊羊啊，不是说那个什么？喜羊羊已经5000多斤了。我看你是不是不爱我。下一个，请你有点自知之明。海绵宝宝委屈巴巴。我才是熬夜冠军蜡笔小新。美少女战士，这个啊，美少女战士，皮卡丘这个很难模仿。皮卡币，皮卡丘，大概应该是这样。我再也不会快乐了。我太难了。这不是那个匡威吗？最后一个，来 ，We are the champions, my friend, and we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。蒸笼胡同。